休得伤人。岂不是要杀他灭口？你为什么要出现？难道命中注定你最终要被我连累？牡丹，牡丹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我刚才就碰到了那个最近一直四处杀害年轻女子的妖怪，他刚才又杀了一个年轻少女。你有没有看见那个妖怪的模样？没有，我没有看见他的样子。为什么我会在这里啊？我记得我好像是被妖怪打晕了，之后我刚好想回凤翼阁去，碰上那只妖怪。我见那妖怪他想害你，就一边大喊救命，一边追逐那只妖怪。啊，牡丹，对了，那个妖怪啊，他专门找年轻貌美的女子去加害，没有伤到你吧？没有。啊，对了，你不是说他刚害了一个女子吗？也许今晚害够了，就不再害其他女子了。那真是谢天谢地，老天保佑，你我总算是逃过这个鬼门关了。是啊。牡丹，你为了我敢冒性命的危险，你还说你不喜欢我？我想问你，你怎么会碰上那个妖怪的？本来我是去找你的，刚好看见你外出，我当时就想，这么晚了你会去哪里？我始终都不相信你会对我绝情，我始终都坚信在你心里一定有不可告人的苦衷，我要查出原因，所以我就跟着你。但很快你就不见了，我听到一声尖叫，碰到那个妖怪在害人，所以我就跟他打了起来。如果我告诉你我就是那个妖怪，这怎么可能呢？如果我是的话，你会不会怕？我不怕，就算你真的是妖怪我都不怕。我相信你，不管什么时候你都不会加害于我。你一直都在假装，太辛苦了吧？不要再装下去了。人生已如朝露，还要矫情伪装，不敢以真面目示人，生又何欢呢？
哎，起来起来起来，你快起来呀、啊！看什么时候你还睡啊？日上三竿了，你这像话吗你？啊，入赘我家都半个月了，你都做些什么了？啊，整天不是喝醉酒，就是睡懒觉，要不就是披上一身布，把自己扮个像那蚕蛹似的。你好歹也是个大男人啊你！啊，你自己说说，这像话吗？啊，我上家对你可是不薄，好吃好穿随你挑，可你也得干点事啊。哎，你看大家整天都忙着干活，可你好吃懒做，你给我起来，走，走啊！哎，这你们待会儿别忘了挑水啊，知道了吗？啊、知道了，知道了。女婿，我的好女婿，你终于起来了，睡得好吗？啊，哎呦，太好了！我在骂你，你跑出来干什么？怎么了？哎，老爷，他是不是想帮我们干活了？哦，有可能。对呀、啊。太好了，哎，大家多帮帮忙，好、哎、好好，他、哎、不会多教教他了、哎哎。快去、哎！姑爷，这活很简单，我们先从收布开始啊。哎，姑爷，不是这么说的、啊。姑爷，哎呀！我真是受不了了！是我们上家的祖先作孽，还是我们两个老不死的作孽？死了女儿不算，现在就撞了一个疯子！哎呦，我都是快疯掉了！哎呀，夫人，夫人，你可哎呀，你看你把夫人都给气疯了，你啊，你还是不是个男人呐？你还有没有责任感啊？我怎么没有责任感了？喂，你们招我做女婿，也是为了陪你们的女儿啊，当你女儿的相公吗？哎，你们看啊，你们女儿的灵位，我每天都是带着寸步不离，你们还不满意？哎，你们看看你们女儿多满意呢，笑得多开心呢、啊！哎呦，我受不了了，老爷，你赶快把他赶走吧，赶他走啊！我也受不了了，哎呀，我求求你，你走，你马上走，我不要你做女婿了，我们上家配不上你。是啊，给，把他给我赶出去！对，把他赶出去，快点！这不是上家的女婿吗？是啊，怎么差呀？放弃的。师傅，我听说他是个疯子啊。就是啊，你看没他清醒啊，在上家有吃有穿的，还用不着伺候老婆打人脸色，以为人都死了吗？真的是不清醒的，就是让我再为他清醒。就这上家有吃有穿的，还真有。卖包子，刚出笼的包子，吃包子嘞！包子，包子，刚出笼的包子，来吃啊！谢谢大爷，谢谢大爷。Thank you.
这位大叔，你懂得我笛声中的含义吗？不知道，听不懂。你不懂音律，那为什么给我钱？我是可怜你啊。谁用得着你可怜呢？我这首乐曲是为知音人而吹奏的，不是为了你此等不懂音律的庸俗之人而吹的。你拿回去。你疯子你都在卖唱了，还要摆什么臭架子，真是。走求求你，千万不要停，我快要找到你了。